苗栗县铜锣乡街铜发工件铜发加台件管理单位本来是苗栗县政府，头三年委外进行调后，改造是鸟里养祥，业者呢主要收入是门票同租价偏强。不过最近才传出讲业者做事那么出租金，但是还是照常来做生意。苗栗县议员罗桂生认为业者已经违法，而县政府也是对业者团水团天没对头不动的理。平常来金白贡，客户只检验烹同发之之前嘅素材，就系客家太爷木柏嘅白贡下。唔过嘅用时太假生唔啲，一讲完基建未办规天嚟行当嘅做。三年前检腾国际传播公司对苗栗县政府嘅诉讼，表到客家太爷嘅检验权，就契约做得做九年，当年嘅租金差唔多209万元。前两年业主做正常减钱，唔过去年起时业主做冇做时间减钱咧，县政府催也八百，抢数到600元停停。今年五月咧，县政府决定停止契约。不过业主多见还做定嘞，苗栗县议员罗桂生做证言，业主违法营业不当得利。今年营业个做组织啊，佮但是佮继续还能卖门还有收钱的事情，也还违法的事情。苗栗县农业处讲，一项业主对解约提出异议，每场历史提出控告，故数多件无法吐点告，县政府会照法来处理。本来按照规定去可以点告，但是呢，其实全个法律的程序呢，同埋就提出一些的，同这啲事呢，同一方面呢提出个从真心行，况且就会安排整治的部分，那就会依法来判理一件事情。县政府评估，客家太烟喺苏庄起设计组，桃园当然要贵千万元嘅维护管理成本，故所难办，还喺份猫出去本营组，按算六日嘅开表，同时咩形成，会对厂商嘅资金严条把关，避免像安阳嘅情形再个发生。记者杨以诺，苗栗报道。